是楼莎莎，可以进来吗？进来。你就是楼莎莎？对。罗飞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罗飞虎，你他妈的不是找了个替身吧？熊三儿，你太小看我了。你以为我会用另外一个女孩的生命去换我女儿的生命吗？这种事情也只有你这样的人能够做得出来。我不会。她真的是你女儿？如假包换。有种，罗飞鸿！是为你感到羞耻，莎莎还是个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秦叔叔，秦叔叔，不要怪我爸爸，我是自愿来的。秦总，是他让龙大队长的女儿来换我们的，否则他就要引爆炸弹。养伤吧，我一定会去看您的。一弟，说出一弟让你来看我。咱们走吧。全体撤离。到你们自己的位置上去待命。是。准备下一步行动。王导，你现在什么都别想，在这安心等着我，我保证万无一失。这个方案是你们反复演练过的，应该是有把握的，你们两个也不要着急，
安心等待。吴局长，您理解错了。如果我不参加这一次行动的话，是很难保证万无一失的。王头，怎么？你对我没信心？不是，老弟，你知道，这个预案最早是我提出来的，每一次演练都是我亲力亲为，你和雷凯只是打替补。可是你现在的状态还不如……我现在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今天是实战，不是演练。人质又是你的女儿。正因为人质是我的女儿，我才会更加加倍的小心，这样把握性才更大。吴局长，我做了十几年的特警，我叫莎莎也不是第一次被劫持了，请相信我。吴局长，我同意龙头，我也觉得让他亲自去会更有把握。而且，我申请加入这次行动，我保证我绝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。好，今天晚上你们带着莎莎，我给你们庆功。马上通知市局、各个分局、各派出所，还有其他单位。今天晚上，不在岗位上的民警，一律换上便装，开私家车到高速公路口制造堵车。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上高速，我们在收费站口解决他。是。你干嘛去啊？有行动，先走了。这又怎么了？不休息熊三，我跟你开车不是更好吗？你们不是要搞什么猫腻吗？嗨，你以为我愿意来啊？这个时候只能领导上，这就是我们警察和你的区别。哎，千万别松手啊，我还有老婆和孩子呢。少废话，开门。莎莎，别紧张，等他上了飞机，许拜拜就带你回家。看清楚了吧？前面要不要也看看？不用了，我身上这些炸弹足够可以把这辆装甲车变成一枚大炸弹。哎，你可别松手啊，当点心。行，上车吧。